新闻一开始，咱要来关心嘉义市的消息。嘉义市市长奖颁奖典礼今仔日首度在旧的嘉义市政府礼堂来举行。嘉义市立国中小241位市长奖以及20位学习楷模奖，由嘉义市长黄炳辉亲自颁奖鼓励，并且致敬励志的册籍。基本同学影响公民灿烂的未来阶段，正向专心的投入，创造生命的无限可能。嘉义市长奖颁奖典礼以幸福城市新传影像为主题，首先颁授表扬20位学习楷模奖，这都是艰辛学习的小朋友，在家长、校长的陪伴之下，接受市长鼓励。我们特殊教育的孩子，我们是给这些孩子还有老师的这个掌声。嘉义市市立国中127位，国小114位，在学校表现优异，获得市长奖的肯定。嘉义市长黄明辉一一颁奖，鼓励所有市长奖的同学，欢喜荣耀之时，希望同学感恩父母甲师长一路的督促甲提拔，更期望每一位获奖的同学会当秉持一贯的努力，持续自我超越甲精进。您一起照顾你的父母、您的家人，给你最大的鼓励。给你最大的疼爱、关心，让你有这样的你，是不是一定要孝顺好父母，跟家人培养最好的感情，好吗？是不是鼓掌一下？当你能够做好选择，正确的选择，好好加油，你能够展现跟别人不一样。所以呢，我在这里要特别恭喜所有同学，您的努力加上你的选择，你选择我的人生就是要认真，就是要努力，所以你今天才能得到市长奖，对不对？鼓励这群受奖的同学持续精进，成为国家未来发展的重要人才。市长今年特别精心精选了获受奖的同学礼物，其中赠送给国小得奖者的册是儿童小说《描写海内外15个不同地区孩童的真实故事》，5公分的距离。获国中得奖者的册是《立刻胡哲全新拥抱你》。这两本册拢是以真实的奋斗人生故事，鼓励每一个人应该受福知足，并且怀抱信心、希望、爱和勇气，打破自我限制，勇敢做自己。就算讲面临困境，遭受着挫折，犹原爱保持乐观，怀抱梦想，以永远无放弃的精神去创造生命的无限可能。最新新闻，蔡明东，嘉义市采访报道。